新竹县地价税暴涨，上百民众聚集新竹县政府前抗议，表达诉求。新竹县政府在过去这九年来，福利删减，建设无感。邱县长，你在卸任之前还暴涨我们的地价税，你这不就是抢大家的钱吗？对不对？对。民进党新竹县长候选人郑朝芳也与民众站在一起，不但痛批县长邱进淳，更把矛头指向对手杨文科。杨副县长自导自演，你带头抗议自己担任地价评议委员会的主席的委员，你所通过的地价税，你在第一时间你就自己抗议自己，你实在是眼太大了。那各位地主呢，如果收到税单，那他可以来提出申复啊。那一旦申复以后呢，我们会缓缴啊，等于说是暂时不用缴了哈。我们会等到告一个段落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申复单汇整，然后我们会重启这个查估跟复估的这个动作。新竹县公告地价调涨，导致地价税也跟着调高。有地主反映，涨幅甚至比全国平均多30倍。上百位地主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县府表达抗议。面对民众的不满，县府也回应，地主若是有疑虑，可以提出申复，他们也会再重启评估。记者何孟谦新竹报道。